续来看这个美国职业棒球洛杉矶道奇队的球星大谷翔平，日前是讲出到第50粒的全垒打。啊，接到这粒球的幸运的民众，把这个球提出来拍卖，以新台票1亿4100万来卖出。啊，讲这粒史上上盖贵的全垒打球，是台湾一间企业买到，到底是倒一间呢？讲都要等到世界大赛比了才要来公布。不过台湾人哦，已经讨论甲呛呛滚了。Shohei Ohtani starts the 50-50 club. Ohtani 上大谷翔平高贵分对着马尼皮，卡出本季第50支红不让，完成50支红不让，50支偷走垒的成绩。啊，那这粒球球尾是小地抢，昨日更加拍出1亿4000万的计数，创下天价。Oh, here it is, the most valuable baseball of all time. 4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bidding of the baseball. The winner was Taiwan, a corporation in Taiwan who loves baseball and who loves Shohei Ohtani. 我自己是蛮震惊的，有能耐的人很多，说不定后续企业跟大谷翔平会有后续的合作，也说不定，希望有。这粒历史性的球，对拍卖会的标价加上手续费，拢总是1亿4100万。除了介绍，规个体坛嘛拢在讨论，到底是何上卖去？每只球迷根据兴趣个坐力交钱比对。施工红点名的中心、富邦、甲台钢拢讲唔知影，啊那含多机合作的生物，甲支持棒球运动的红海，嘛拢回应讲无买这粒球。严格不论是上开这条钱，形象拢出现化学的变化。台湾跟大谷的连结又多了一个，而且让台湾对棒球的这个热爱能见度又变得更大，对企业的能见度大大的加分。Let's go!随着台钢晋级总冠军赛，台湾迄个开机音被造第50支红不让纪念球的备注，新婚也备受关注。帕贝航表示，第世界大赛了后，对公布协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